将于今年8月正式开拍的《如懿传》也在陆续确定主演阵容中。据了解，如懿将由三级影后周迅领衔主演，乾隆由影帝张涵予出演，令妃的角色花落高圆圆，许晴扮演甄嬛，张天爱饰演嘉贵妃，舒畅饰演海兰等。《如懿传》的编剧由该小说作者厉燕子亲自操刀，与原著稍有不同，但程度也和《甄嬛传》差不多。对于两部作品《甄嬛传》和《如懿传》的区别之处，厉燕子则表示，写《甄嬛传》时我还在读大学，所以其内容更偏于情爱，而《如懿传》更会偏向婚姻多一点。我更想探讨的是帝王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，他们比寻常百姓夫妻更多故事，更多传奇。一直备受关注的如懿人选敲定周迅后，大家也纷纷表示由她来演这部剧已经成功一半了。如此逆天的阵容，想必这部电视剧将会成为继《甄嬛传》之后的又一部宫斗神剧了。芒果捞新闻，好期待周迅的清宫形象啊！报道。